今天吃个猪肘子呀，今天炖的可烂乎了。老铁们点点爱心，留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我哪怼呢？冒热气，不烫。啥口感？好不好打呀，媳妇儿？别给我媳妇烫的！你别弄得满嘴都是。来，拿块儿。哎，我准备好了。老铁们，点点爱心，留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